主料，龙虾30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生姜、大蒜、生抽、老抽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准备好龙虾，洗净，锅中放入适量的油，将生姜大蒜下锅，龙虾下锅，适量的盐，放入适量的水，放入老抽和生抽，烧开水即可。烹饪技巧，龙虾洗的时候最要小心握，最好抓住它的钳子，用牙刷刷干净握，然后多煮一会哦，这样入味握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